遇到心跳停止，要立即施作 CPR 和用 AED 来抢救，助新竹县紧急救护一臂之力。新竹市国际蓝星协会就捐赠了120片高规格的 AED 贴片给光明消防分队，能够在危急的时刻救人一命。消防局长颁发感谢状，感谢新竹市国际蓝星协会捐赠120片高规格 AED 贴片给竹北光明高救队，能在危急时刻救人一命。跟他们聊天之下呢，他说他们现在消防局很缺一些设备啊，我又身为蓝星人，我就在蓝星里面去帮忙募集这些款项。我们蓝星的出发点是说女人帮助女人哈，然后原则上我们是。其实是最终是以女人为优先，可是如果说周围有需要我们帮助的，我们也会伸出援手来帮助。心跳停止超过四分钟，脑部开始缺氧，及时做 CPR 和用 AED 能提高存活机会。蓝星协会热心公益，得知分队需求后，在群组公告募捐，不到十小时，有42名姐妹响应，合捐价值300,000高单价回馈式贴片。急救过程能侦测救护 CPR 按压品质，回传资料。慷慨血囊之下，见证我们啊，本局消防局啊，120片的一个 AED 高级贴片啊，这个 AED 高级贴片可以做深度的啊按压回馈，让我们在急救处置的同仁啊，对按压的频率啊、次数啊、深度啊等等，都有一个有效的让啊我们执行 CPR 在按压的同仁能够了解它的品质啊，所以呢，对这个。蓝星协会的捐赠了，我们相当的感谢。电极贴片用于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，共能拯救120条宝贵性命。蓝星抛砖引玉，回馈社会，也要成为消防救护最大助力。